然后再推荐你个 VR 四六，开局就有的。然后还有个 P 九零，就是 PDSW528。啊，P 九零我知道。然后野牛也还可以，反正都还行，都还行。冲锋枪，这张图只要是冲锋枪都能用。我还说短剑吧，摁不动了，鼠标。我刷一下去。主要是真摁不动了。等级不多，这是我。Domination. Capture and secure the objective. Taking Alpha. Sensex out. We're taking Bravo. Securing Alpha. We're taking Charlie. 看我有些半自动枪你。We control Bravo.Securing objective Alpha. Enemy securing. 哎，我这把枪怎么调不了？哦，刚才成功的死。Alpha secure. Enemy taking Charlie. Resupply activated. Hostile warstrike near your position. Alpha. Securing Bravo.我真拿不枪了啊，半自动我不怎么玩无机泰克真拿不枪，这超好用，三枪倒，然后就是就跟 G3 差不多，主要是我不怎么玩半自动，远枪我都基本不玩，按自己玩战地流的习惯就是我不玩远枪，反正我喜欢玩半自动，然后一个打这张图，但是这张图好像只要是大威力射速慢，不管你威力多大都是废枪。除非腰射，还真是。我去，差一点，虽然不是攻击型的机，但是小地图最好就带这种岩沙。我支援基本上岩沙减六基本上没改过，搞了个导弹，导弹有，一个人都没打。装个激光就不用难受了，激光指示器。他装不了了，听你的，拿了把短剑。啊，是吗？哦，对，我现在短剑都没用过激光。反正短剑这种东西我依然。我现在就是拿着一把白板的冲锋枪，搁那这个优势。
短剑建议不要腰射，真的。没有腰射短剑，还有跳跃 pick 你会用吗？大概不会。就是你比如你要过转角的时候，你跳跃出去，它那个速度很慢。哦，我知道。这个知道。对，游戏特点，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好好多游戏都这样，是吗？找三步。对，战地知道是这样。战地是吧？战地我玩的感觉怪怪的。战地不能滑铲。战地我那个滑铲。对，战地二零四二零。二零四。真的总是被偷，我很离谱。这偷的不正常，很正常吗？不是，之前都没有的，第一次这么容易被偷。那绝对不是第一次，你这个就是属于初级的。我去，他也玩光打图上，我说怎么一枪我就没了。我去，都在玩光打图弹，我说呢。我想这游戏那个是我不像玩狙，玩那个腰射贼好玩。We're taking Charlie. Cat, take fire. Enemy securing Alpha. UAV active. Hostiles launch an SAE. Enemy securing Alpha. 给个一杀机会。给一杀机会，我是被支援直升机了。好家伙，直接被他妈轰了。看起来是没机会了。刚刚真的就差一场，我就会支援直升机，三步就行了。哎，导弹三杀。看情况了，感觉好烦啊。不是他们有多少个凯旋炮，那人放两个凯旋炮。
towers. We're losing Charlie. We're losing Bravo. We're losing Alpha. Going Semtex. Enemy securing Charlie. Objective Charlie is compromised. Get it back. La melee, yeah. Bravo.我把连喷这个上了实战球就可以完成。哥们儿，这把着实拉闷了。Switching mags. Hostile UAV in the area. Enemy control. Flash out. 好，直接直接打出来了。Bravo. We're on the advance. Keep the pressure, lad.UAV 扬了。真好玩。嗯，我维克托现在应该可以有瞄具了。太菜了。